残りの3人は俺が指揮を出す。獅子林から入って一気に宝山を落とす。はい、はい、八百鎚にこのことを教えてやろう。敵は本能寺にありってことだ。前も後ろも分かんなくさせてやれ。是想以人数之众几面进攻的战术，令我们首尾不顾，疲于奔命，最后难以分兵对付真正的攻城主力。在哪儿？狮子林。中贤，你和马孝阳带一排二排和预备连赶往狮子林到宝山的必经之路杨家村，设伏阻击，但是万万不可恋战，敌退则退。是。雷鸣到，去东边阵地传我命令给叶连长，死守阵地，不可退后一步。是。报告司令，报告报告，上次到老师
話します。大佐、南越戦場がやられました。竹口少佐が転覆しました。撤退だ。はい。抓紧送生命营啊，轻点啊，抬稳了。来，把随服给我。连长，你这不是有吗？动个屁，我那是旧的嘛。快来，饶他。哎，都轻点抬啊。快点，把他抬走。过来把抬走，快，轻点啊。杨秀山，杨秀山。嗯，喝点水吧。哦，好，把他抬走。谢谢。慢点，轻点。别走，别走，你滚开！啊，来了。阵亡人数31，重伤呢？重伤人数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吃的？赶快通缉！是，请。李正，上下来93个弟兄没了。我们阻拦了日本人的进攻通道。俄战会接着来啊。还有400来个弟兄，400来个。快给营长处理下伤口。把衣服脱了。我自己来。谢谢曹小姐。不用谢，以后别再受伤了。营长，这是吕布不忠耿义营的一个派。大成，到。新来的弟兄，交给你了。杀了那么多人，就给不忠耿的几个兵呢、啊？